你想不要 Peter? Yes. She really wanted your stick, sticker. I will check. Ow! Ow! 好痛！活该。Oh, Peter, do you know? My friend Aya. Her favorite thing is sticker too. So she won the maybe 50. Do you have 50? 50. Yeah, 50. 他说明天给他要拿去印，你们不要这样指人家好不好 ？OK, I just need three because I have three girls. I just need one. I have one daughter. Thank you. Yeah. And actually, she has, excuse me, Peter.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I'm not married. I'm single. And do you know you really look like my sister's husband? Really? She asked you really? Yeah. Her husband is really handsome. You totally like her, like him, 100%. She just kidding.I'm single, I don't have husband. But if I want choice husband, I will choose your style. 你竟然为了他在大家面前说谎。观众会想说他明明不是 single 啊。你是欠揍是不是啊？我们两个欠揍指数不分上下。他比你高多了好不好？哎呀，你不要那么谦虚。你想跟我比啊？下辈子哎，还讲抠呀？比比比比，还讲抠呀？比比比！哇，我觉得我们赶快回饭店好不好？这一回去行李都不拿，就直接开打。导演，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住不一样的饭店？导演，我觉得我现在生命有危险。旁边有一家饭店啊。我等一下就 check in。而且你可以天天来找 Peter， 就在隔壁，你可以把整个房间都贴满他的贴纸。谢谢 Peter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快乐，吃饱喝足了吗？吃饱喝足了。好，那我们走吧，我们去水上吧。好。我坐第一个会不会太过分？不会啊。哎呦呀 ！Thank you. Thank you. Let's go. Bye. 姐妹们。啊！你看那边，水上人家哎。著名的独角渔夫，好美哦！哇，山清水秀，快拍我们 MV MV！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爱上一个不。学习地干嘛呢？你住手！你要拍 MV 啊？学你们看阿尔多疯，你看啦！好了，拍够了呗。婷婷，你把我的机器完全挡死了。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不是。到底还要开多久啊？后面是那儿啊，很美哦，那里。Go。
种河啊。我们是被卡在这里了吗？是植物太多卡住了吗？我们现在是被这些无中生物。那我应该带点回去吃。大家好，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英莱湖的某一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身边围绕的这个猪草，我们就在这个湖中被卡住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出去，我们进不去也出不去，我们现在 totally 完全卡在这个河。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些草都是喂猪的，所以我们就算被卡在这，我们还是有东西吃。哎呀，你吃素的就由你来先吃了。俺是猪，俺是头猪，俺是头村猪。我要下来推了。啊，不可能啦！假的，下来推他每个，他住酒店的每个房客都要下来推啊。你弄啥？你弄啥啦？弄啥呢？就是能动手绝不动口嘛。这个酒店真的好神秘啊！这个酒店很难进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这也是个相当特别的经历。对啊，那他酒店开在这里到底要干嘛？干啥呀？干啥呀？干啥？这我不明白。那你就把它当作说你过了个很大很大的捷运呢。麻烦猪草，请给我们一条路，请不要合起来，不要合起来好吗？请开一条路给我们，谢谢。我觉得我们要通过了，我们走得了，现在就走了，一路畅通，一路畅通。